今天是元宵节，我要出去剪个头，对不起舅舅。好的，我已经到了理发店外面，然后进去吧。能剪头吗？已经下班了。已经下班了是吧？我靠，哇操，这么倒霉。现在是6:36，这个理发店就已经下班了。我靠，我头好晕，我特地坐车过来剪发的。本来我是对这家理发店的托尼老师比较有信心的，那我们去随便找家理发店吧。还营业吗？这个是 B 站。哇，难得有人会说是 B 站，一般有人都会说抖音和快手的。是破绽而已。你也是玩 B 站的？是啊。难得难得，挺好的。干嘛呢 ？B 站怎么？我上次去海底捞，人家上来就说你是来拍抖音的吗？也可以拍，但是抖音一共1分钟，拍不了什么。你想怎么剪？就这种可以。怎么了？小哥，你在 B 站上看什么？我随便看呀，应该还有很多那种 UP 主的呀。我不怎么看的，光看动画的话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的。那上面其实很多就那种原创的视频。那你抖音用吗？我抖音用完了。可以的，很多 B 站用户都挺喜欢你这样的。所以理发师你看什么？我不看。什么都不看？对。你专心剪头发。对。可以的。英雄联盟的那个 UP 主是点滴君，对，罗汉对吧？对，罗汉。罗汉不是很多鬼畜视频吗？对啊。那你英雄联盟有喜欢的战队吗？虽然打地赛很牛逼，但是打不了外战。开心吧，至少每年还有世界赛打。文体两开花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中美合拍了。啊？中美合拍了。这位大哥知道吗？他不知道。说起剪头发，我就想到了《西游记》中那个国王被剪头发的那个章节。国王被剪头发？不是有一个剃光的？不是有一个国王对和尚很有意见吗？然后师徒不是把他们几个也给剃了吗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。你这个要线条处理好才行。他并不是说他的剪裁要多有多高的要求，而是要他的整体感。啊，对。而要它的线条感，就是说这条线轮廓线要明显。那不行，那你如果说你随便找个店随便剪的话，他有可能就不会处理这条线，因为单独这样剪谁都会剪。你随便找个店。那我们去随便找家理发店吧。先在网站上登一下我自己的号，邀请注册，邀请码，你把邀请码拍一下，然后怎么用呢？你到时候查一下吧。你找个机会用电脑，这样的话你就会有等级了。所以你 B 站用了那么多年，就一直是零级吗？哦，零级也能换头像的吗？那挺好的。好，行，那就这样。
我现在头已经剪好了，那我们就回家吧。好的，我已经回来了。这个发型不能怪理发师，我这发型没救了，就这样吧。舅舅，对不起，拜拜。我现在头已经剪好了，那我们就回家吧。